英山马田纺织品中国中山有限公司最初成立于1920年，于2004年成为香港金苑集团全资子公司之一后，从2005年的不到2000人发展到今天超过4000员工。公司拥有花园式的现代化厂房、全空调的生产车间和舒适的办公环境，务求为全体员工提供优良的工作和生活环境。公司产品从设计到生产，从原料到成品，都极其重视效率、反应速度以及质量把关，这使得公司赢得市场和客户的肯定。我们的全体员工在公司管理层的带领下，团结齐心，乐于奉献，这使得公司不断发展壮大。他们在马田留下了美好的时光，也得到了不断的成长，不断地实现了自身的价值。记得第一次我坐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当时的我性格非常之内向，不太懂得与人沟通，工作中屡受批评，生活过得十分之紧张。好在当时的主管非常之热情，给予我很多关怀和指导，使我在工作中得到了成长，心一下子就安定下来了。就这样，我在马田不知不觉在马田过了10年了，我非常满意现在的生活。像我这样舒服的工作的人，能找到一份好工真的很难，所以我能进到马田这样的大企业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。在这里不光待遇好，工作环境也十分优良，再加上这里的人真诚友善，乐于助人，在这里我与他们相处得非常开心。大家好，我哋香港理工大学嘅毕业生，旧年喺马田度实习过，今年好荣幸正式加入马田呢个大家庭。我开心马田呢度提供咗一个舒适嘅环境同埋和谐嘅气氛，令到我哋喺度工作同生活都过得好开心同埋好温暖。所以我哋喺度要好衷心咁多谢马田对我哋一直嘅支持同埋栽培，除咗令到我哋获益良多之外，亦都令到丰富到我哋嘅阅历。希望喺新嘅一年，我哋可以同公司一齐成长，突破自己。我哋会全力以赴，做到最好。Yes， 我爱马田。Yeah， 喺马田唔经唔觉已经半年，我最中意嘅系马田嘅氛围，积极进取团结，喺呢度可以学到好多嘅嘢。Gary 多多挑战多多，喺马田可以得到第二次成长。Crystal Martin 话中意呢 ，Crystal Martin I love you。Crystal Martin I stand you。Crystal Martin， 我爱你。Crystal Martin， TM。Crystal Martin， 我爱你。马田，我爱你。好开心，我家庭参加了马田的亲子活动。在活动当中，通过不同的游戏，令到小朋友学识了敢于面对困难，同埋令我哋都感受到团结互助的力量。我是爱心基金委员会主席梁秀霞。基金会从2009年成立至今，总共已经发放了超过100万的善款，帮助员工1191人次。基金会的成立充分体现了精远马田人性化管理和互助互惠的美德。在以后的日子入边，我们会继续秉承基金会的宗旨，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员工。多谢。Hi， I'm Samanthi Rangaputta from the ESI Design Team。It's been little over a year since I joined the Crystal Martin team in China. I thought it was a challenge working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language problems an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, but it's been a great experience.